俺媳妇儿啊，真可恶，这才结婚没几天啊，叫我的家产马上给我败光了。让算命的算了，算命的说啊，他可恶。另外，你给我看看这几块银元，这是他的嫁妆银元，看值钱不值钱，不值钱了，赔给他打的。老哥啊，这个算命封建迷信不可信吧？咦，我也感觉不可信，嗯，但是俺媳妇儿啊，确实可恶呀。这是啥情况？咦，这才结婚6天，我的积蓄啊，全部输光了。输光了？哎，输光了，啊，不是媳妇给你花了？彩礼还有我的积蓄全部给我输光了。我没有结婚之前，你知道不？我逢赌必赢。俺家是小南街的，啊，人家给我起个外号，你知道叫啥？小南街赌神。哦。你知道这人的名字有可能起错，但是这我也是外号，没有起错的外号。那是嘞。自从跟俺媳妇结了婚，就是每回去来牌斗赌，每回去来牌斗赌，并且啊，每回输的也特别大。不是他克我，是咋着啊？现在啊，也都指望这几块陪嫁银元翻身了。这要是不值钱了，说实话嘞，我得回去我叫他的腿再给他打断，看他给他离婚。像这样的克夫的娘们儿啊，不管用。老哥，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我以为是媳妇儿把你的钱花光了，或者说媳妇儿打牌把你的钱输光了，你怪媳妇儿。你自己打牌把钱输光了，这咋能怪媳妇儿呢？刚才没跟你说吗？结婚之前逢赌必赢，赌神。对呀，结婚之后逢赌必输啊，人家还给我起个外号，叫送财小童子，不是因为他，是因为谁？然后你来看看媳妇儿的陪嫁姻缘值钱不值钱？对呀，总共就陪嫁这3块吗？总共是20块，家里边放的还有17块呢。那有啥说啥，都是什么样的姻缘？都是这带人头嘞。哦，都是带人头嘞，都是这种合着嘞。哎，那你这个媳妇儿的陪嫁确实不错，这个姻缘啊，现在是非常火热的，而且又是无稽文物，所以说啊，它的价值是非常高的。你这入的都是公博的盒子，而且都是高分，MS 级就是吉之名言里面最高的等级，而且64+ 64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品相。虽然说你这个是开国纪念币的小头，属于本土姻缘里面最便宜的，但是你这个品相特别好，银元的版别非常关键，银元的品相啊也极其关键。你这个银元是极品品相，你看这个钻光，车轮钻光没任何问题，流通痕迹非常少，质口全深达，64+啊，就代表它的品相特别好。但是啊，我们玩银元啊，最重要的是它的状态，也不能只看粉质，还要看状态。这个粉质和这个状态啊是成正比的，这个价值都不低。配售你20枚的情况下，7-8万块钱。没任何问题，这还是最普通的小头。你要是有大头或者说重阳的话，在7-8万的基础上再加7万块钱也没问题。哦，你说这3块的话，都管是万把块了。嗯，对，老哥，这一块的话30000块钱没啥问题。那你说那我今天要叫这3块卖了，还管凑够我10000块钱的本儿，我再去翻本儿。是这样，老哥，你看你才结婚6天，你就把积蓄输光了，说明你最近的运气啊是非常之背的，而且啊，生活之中啊，这个赌博是万万不可取的呀。你不懂，老板啊，我这个人啊，我的东西我必须得拿回来，我前面输那么多，我必须得赢。再说了，老板，按照你刚才说的价格，我直接都卖给你了。是这样的，老哥，你这个银元的品相啊，确实都非常漂亮，我也确实非常喜欢。但是你这是媳妇儿的陪嫁银元，又刚结婚不久，这也属于你媳妇儿的娘家给她的一个念想。虽然说啊，这个银元不能吃不能喝，就是换钱用的，对吧？如果说你碰到急事儿换钱用，那是理所应当的。你这种打牌卖媳妇儿的银元啊，这种不行。啥？这是媳妇儿的银元，这是我的银元。懂不懂啊？他现在已经给我结婚了，这个东西就属于我的。咱们家啊，那打牌没钱，缺本钱，这就是最大天大的事儿，最大的事儿，明白不明白？那行那行，老哥，思想不同。你这样吧，因为你刚才说了，这是媳妇儿的陪嫁姻缘，你领着媳妇儿一块儿来，她同意卖的话，我能收了，价位也能给你高高的。哎，你这说半天，你是不要是吧？这种有争端的或者有问题，确实是收不了的，因为这个东西啊，卖了不合适。你受不了，受不了，我去其他地方转转去。